们看到第九题，他说呢，袋中有相同的球十颗哈，然后呢，其中有六个红球，哦，六个是红球，然后呢，有四个呢是绿球，哦，四个呢是绿球。然后呢，他问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：“同学啊，今天呢，我从袋子里面呢、啊、任取怎么样？任取三个球，同时取出了哈、哦。然后他规定我们怎么样？取出的三个球，一个绿的话呢，彩金是十元；两个绿球，彩金是20。来，我们看，一个绿球是十元嘛？两个绿球呢是20元嘛？三个都是绿球的话，就是30元嘛？那我想问我说，这样子的期望值会是多少嘛？那其实你要有个想法哦。”一个绿球，你现在总共是取三颗，那表示剩下两个要是红啊。那两个绿球表示剩下一个要是红嘛，那三个绿球剩下就没有剩下，因为它总共只取出三颗球嘛。所以我们想法就是很简单，来，几率，什么叫期望值？几率乘以报酬，来，我们把十元乘以我一 G 二 R 的几率，加上二十元乘以怎么样？二 G 一 R 的几率，再加上三十元乘以三 G 的几率嘛。计算一下咯，来，什么叫一红二绿？一红二绿就是从六个红挑一个红，对不起，一绿二红啦，讲错了齁、哦、所以我们从四个绿挑一个绿嘛，从六个红挑两个红嘛，那总共是十个挑三个嘛，再加上二十乘以来，二绿四个绿挑两个绿，一红叫六个红挑一个红，齁、哦、十个取三个，再加上三十乘以来三 G 齁、哦，总共四颗绿挑三个绿，这就是我的期望值嘛。那我们来计算一下齁、哦、来 ,70 取3是120齁、哦。所以我们直接写咯，来，它分母是120。先看这边。70取1是 4,76 取2呢是 15,15 乘以 4,15 乘以4是 60,60 乘以10是 600。加上后面来 ,74 取2是 6,76 取1也是 6,6636 乘以20是720。加上后面74取3是 4,4 乘以30是120齁、哦。所以我们把它计算一下，我们的期望值就是如此了齁、哦、来。7加 63,1320 加 120,1440。所以刚好是12倍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期望值就是选择猪12元，这第9题。